大西洋书法家协会首届国际书法邀请展，叫戊戌书法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和征集，然后整理，今天就正式开幕。这次画展得到了总会的大力支持。这是一个2天的展览，明天还有周日结束。待会儿我们还有书法笔会和艺术家拍卖。代表加拿大大西洋书法家协会，向尊贵的各位来宾对中华文化书法艺术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书法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国粹了的。今天来的这些人呢，大家都是为了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，让我们的国粹能够在异国他乡。开花结果有更大的影响。To strengthe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, I commend the organizer for your efforts in organizing this event and bringing to light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. 书法艺术与文字几乎同时产生，它们承载并延续着中华文化。书法艺术不仅古典高雅，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和载体。艺术把它发扬光大，我希望这种活动经常办，然后呢，我也希望更多的商家一起来支持，反正我一定支持。好，在加拿大推动中华文化、弘扬中华文化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今天得到很多的嘉宾、很多的朋友，特别是商业朋友。一起来推动中华文化，我觉得是很大的事情。也希望他们交流协会这个协会的支持之下，在我们这些书法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之下，经过这一段的互相交流，进行了创作，今天得以在这里开幕进行展出了。我展出很难能够有新奇的发现。国际书法展就是要达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互相交流的功能。海外呢，说实话，海外这个大家这个中国都是，按照这个一代一代来讲，就是这个退化啊，是吧？这是包括我自己的海外。今天一看，现在是座无虚席，我觉得这个大西洋书法家协会是一个大家族，我也希望以后呢能有更多的合作。经大西洋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办公会议批准，先聘任麦迪鱼。为大西洋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艺术顾问。谢谢大西洋书法会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。沿江夜如吴，平明送客楚山书，楚山孤，洛阳亲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